等一下丘比特都上台了，你们双手在哪里？尖叫声啊！那这个去指挥交通。看你的专场，你敢打，你敢打。双手举不高的，他们就不会往那边丢啊。双手举不高的丢饭团了，我跟你讲啊。双手举高丢海报，双手举不高丢三明治。卖啦，代表你没力气嘛，举不高。你怎么了？啤酒破罐子。其实身为一个男性，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家说你为什么不举呢？你为什么不举呢？双手举起来啊，举久一点，举久一点，对，派对小秘诀，想要拿到小礼物的双手举起来，尖叫声，他们听到尖叫声就会往那边丢。拿下双手举高，左手右手双手举起来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ready five, four, now three, two, one, go。再举高一点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right now, and show me what you got it。好不好？想要的双手举高了啦！哎呦！哎，看来都没人要，我自己要了哦。没人要，都我自己要了哦。尖叫声！